林博士，哎，我看大家都有点累，要不然的话，明天我们晚点出发。我看还是早些吧，咱们路上耽搁的时间太久了。明日就到军营了，蝶衣，忐忑吗？不。 那咱们就早点出发。对，各位学子，今天啊时候不早了，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赶路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恭送博士。嗯。爷爷，走吧。 糖糖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散散步。散步？嗯，我陪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一个人走走就行了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一定是搅乱了我的心，居然还想和你表白。可你与唐唐那尚未解除的婚约又将如何？多想说出口，自从遇见你的那一天起，我已对你有情，你是否对我有意？ 子，你哭了？没有，只是被风沙迷了眼。我帮你看看。不妥。这有什么不妥的？我帮你看看。我看看还不行？奇奇怪怪的，你到底因为什么弄成这样子的？那个。 珠玉香囊吧。那既然是珠玉香囊的话，我帮你看一下有什么不妥。别动。现在好点了。 我送你的珠玉香囊，你一直带在身上。我应该再送你一个菖蒲香囊，这样就不会辣眼睛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别盯着我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学你啊，逗你玩的。你是不是因为前几天的事情在生气啊？生气？就是他们逼着你跟我表白。 哎呀，你这种臭豆腐一样的人，怎么能让别人跟你开玩笑啊？我没有生气，没有生气，难不成你真的打算跟我表白？如果是真的呢？嗯，我看你眼睛好像没事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 我们初来乍到，不懂军营制度，凡事还请李将军多多包涵。那是自然，博士放心。上一馆学子执意要来前线，不过纸上谈兵容易，真正战场杀敌又是另一回事。哎呀，吴博士一语道中啊！其实陛下早已颁旨给我，让我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大禹未来的希望。你说，我岂敢让他们犯险呐？ 这样最好，这样最好。将军，上一馆参军学子名单已核实完毕，请将军过目。学子们都到了吗？人都到齐了，学子代表已在帐外等候，让他们进来。是，有请上一馆学子。